临床上我们将狗狗的脑炎分为化脓性和非化脓性的，主要是由细菌、病毒感染、寄生虫或者中毒引起的。常见的症状有它时而兴奋时而忧郁，两者交替出现，或者一直在家莫名的吠叫，局部或全身有痉挛抽搐，对外界的刺激反应比较迟钝，对主人的呼唤也爱答不理的，全身的肌肉比较松弛无力，比较爱睡觉，四处盲目的行走，冲撞家里的桌子或者沙发之类的地方，呼吸也出现急促的。治疗主要是以找到引发它疾病的原因，然后我们消除它机体的炎症，控制它的水肿、镇静，降低它的颅内压。治疗期间也需要主人将病犬安放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，同时给予它丰富的营养。